考学妈妈不能急，无论如何面子不能丢。那个爱比较的亲戚呢，就拿过那个账单。我家儿子最近刚升主管，我又是吃铁饭碗，非常的火。爸爸，不是早就说好了，这一摊是我们要买单。看到账单，我差点腿软。50000多，你根本就没有娘家，怎么这样讲我？我们决定好要出国去玩，那因为是我们娘家的活动，所以就不邀请你参加了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